第一台B车即将进站的是14:14，开往树林的第219次普悠玛自强号列车。本次列车就停靠台北板桥树林。为了提升服务品质，会使本次车车票的旅客请勿上车，以免列车长一张加收50%的票价。普悠玛自强号有8个车厢，请1到8车的位置乘车，敬祝旅途愉快。我路跟我台湾台北车，台湾台北车两点进站的是14:14。不用请那点218号普悠玛自强号列车。本次车沿路停靠台北板桥树林，为了提升服务品质，日提本次车车票的旅客，请勿上车，以免列车长一张加收50%的票价。普悠玛自强号有8个车厢，车次1至8车的所在坐车，祝旅途快乐。